笑说，这就是我的孩子，但是你太不孝了，是我的孩子，可以放手。小心跟你们说声对不起，无法陪你们走到最后了，多想再听听你们的声音，只是现在没办法，那就留在回忆里静静的听吧。孩子们呢，人生的路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，都需要你们为他添上不同的色彩，即便过程中有着酸甜苦辣，又或许你们会变得残酷很多，但请你们接受并坚定你们所选择的。踏上这条路很辛苦，我希望你们能珍惜身边的每个人，即便你们会没有各自的好朋友，但我希望你们在遇到任何困难时，要时时想着身边的确有彼此。Thank you.